西区民生南路八百四十三号，咱的活动办成了，以及客家的民谣。八斗山公园三年188号，咱的客家出地主，以及咱台南市台南黄梅家的泉水上庙。民生村和平街63号，咱的台南地主，这边经过今日的广告，咱的主要台南市南市街西路的保安公司存房，各地民众先安排提供点赞，地主直接来处理，保安公司西路的保安公司存房，给咱比如，咱不存太多点问题，技术管管的同时呢，咱占据回家以后，身体平安，咱不管。来打不打，反正你民族地主，反正咱是配给好人做。我们需要今天在黄龙节，多谢会当听我是有消息，但不平安。素食有有食是花，或者是丁春的草，即系成头进入来出货才真平安。南宝会当立功名，收获会当财天贵，南宝会当有成绩。成南进入行东往西南北二路，自由行动百无禁忌，会当心想事成，平安万福。即系成南进入修福会当福如东海，修修咧会当寿比南山，修理咧会当财源顺手，修路咧会当家宽进路，修主咧会当子孙远路。感谢心意，随便。有关这地主，咱都平安。现在嘞，咱房价、物价这么涨，地主，我用咱坐到电，坐到电保安公司哦，已经目标中一定会重视无在三面酒。比如大家是咱本身的咱所属属性所属属属意，大家签名，加上点酒。Yeah.